好，换各位，这个有数是代表什么意思？可以算嘛 ？OK， 可以算。我的间隔是二十分之一秒，两点之间间隔二十分之一秒。来 ，A、B 之间的平均速度，平均速度很好做啊。A、B 的平均速度很好做啊，应该挖锥了。平均速度花多少时间走多大位移嘛？停车站借问 ，Number 32，档二，答案，又面带微笑嘞，五、四、三、二，多少？0.2，请坐下。他后面有写单位了，所以不用讲单位了。很简单嘛 ，delta t delta s 嘛，花多少时间走多少位移，计时开始在哪里，计时结束在哪里。我花的两点间隔是二十分之一秒 ，A B 的距离是一公分，巴拉巴拉就0.2嘛，单位注意一下。你算出来二十是公分，他问的是公尺 ，OK。超级世界 easy 嘛？啊，请问你 B、C 嘞？啊，一样嘛，比照办理就好了啊，完全没有什么新内容、新程度啊。可爱小女生五啊，五九号，九，可爱的小老师蛋，你答案，你多少？0.6，请坐下。你的答案叫做0.6，一样嘛 ，delta t delta x 嘛，然后呢，两个间隔是二十分之一秒，那么 b c 是三公分嘛，所以就0.6嘛，好解决。再问是 c 珠，我如果要算加速度，有 a b 有 b c 就够了，不需要算出 c 珠。我们只是多问了一个 C 柱而已 ，OK？ 帅哥美女，来，可爱大帅哥，大帅哥几号？31，泰恩大哥，那个可爱认真的泰恩大哥多少？万，一公尺，你坐下。一样嘛 ，delta t delta x， 两点间隔二十分之一秒 ，c 柱的距离是五公分，所以呢，算出来是每秒100公分，就是每秒一公尺 ，game over 解决。最后一个是问加速度多少？来来来，我刚才讲过怎么做，这里找一个平均，隔壁再找个平均，相减就有 delta v， 那 delta t 呢？隔壁嘛。隔壁的话就是打点计时器间隔几秒，跟底下来就是几秒钟嘛，就是几秒钟 ，OK， 好，加速度多少？加速度无法追嘞，来要找可爱小女生，有可爱小女生吗？可爱小女生，13，子曼，奔。八，请坐。这答案好有趣哦，为什么是八呢？八。啊，刚刚跟你讲了，左边找一个，旁边再找一个嘛 ，A B B C 就隔壁嘛，然后就 delta t delta v 嘛，两个相减就是 delta v 嘛，后面减前面 ，delta 就是那个打点计时器间隔几秒就是几秒嘛。除非你取旁边的，那就很麻烦啰嗦，就不要这样做嘛。然后呢，就算出来了嘛。OK， 这就是我们的练习，这就是要计算的。打点计时器上面给一些点点，这就刚刚这个就是刚才那个 ST 图的一样，差不多嘛，只是变成一个图而已，那是个表，那意思是一样的，啊。给了数字之后，就请你做计算，算算平均速度，算一算平均加速度什么之类的，这样做，这就是我们的练习13，就是让各位做一些简单的计算。